黎明前，我来到了二寮高地，这里有许多爱拍照的人们会一起等待曙光，共赴日出时，天光万化的曾经响艳。这里是南台湾最有名的日出景点。在郊区的田野，我看见习惯劳动的农家，一大清早就为了丰硕的收成，预约一天美好的开始。敬奉玉皇大帝大天尊，不必再种地主平安，事业顺心，我国丰收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合境平安。这里是台湾最大的谷仓，嘉南平原的中心。清晨的台南，只有悠懒的态度，没有忙碌。台南人可以轻易地看出我在旅途上的迟疑，给我亲切的招呼和帮助。你吃过了吗？你要去哪里？是这里最常听见的问候语。我玩贵啊，真的吗？准备啊，这边你如果现吃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吃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走，等下走去那里吃。哎、欸，对、啊，就可以吃到了。这边有那个沙巴鱼梅都有。哦，哎、欸，如果要现吃的话，不用跑那么远。哦，就我这样走过去就可以。对，走过去就可以。那边有卖花桂啊。很多台南人的餐桌就在老街的市场里，早餐的选项多到让我眼花缭乱。小姐，这是你的综合。台南是沙巴鱼的故乡，啊，咱逐天的菜市啊，吼，拢用上个鲜的、上个早，对不对？做出咱种上个传统的口味，哎，啊，予咱台南人吼上个有活力。在台南，我遇见了一个拥有饱满活力的都市。漫步在台南，我可以造访全台湾密度最高的古迹。车后所，台南人跟我说他的小名叫胡椒罐。周厅变成台湾文学的殿堂。官邸、银行、警察署、武德殿，很多的古迹都和生活融合在一起。
台南是很多作家都喜欢描写的一个城市，有很多很多的文学场景都很有味道，在老街巷弄里面很有趣的，我们可以去走走的。东方与西方并列，仿佛是建筑的博览会。在台南，我遇见了一个富有建筑魅力的都市。全国独一无二的好滋味就在台南，哪怕只是一碗牛肉汤、卤肉饭。走进老街的巷弄，我可以见识到精细的传统。竹艺、刺绣、雕刻，手感和工艺的精神依然活跃在百年的店铺之中。在许多的老建筑里衍生出新的创意，古老的寺庙旁边我就能找到原本是老房子的咖啡店，让我品味这座城市，用五感来体验。你们这里到处都是咖啡店，感觉起来好悠闲哦。这里就是台南，台南就这样子。台南古老的韵味，世代都有新生的容颜。美好的旅程就应该是慢活而悠闲地度过一天。在台南的山林，每一杯咖啡都有它的故事。遥望远方，心旷神怡，我会想一直停留在这片民宿和农园交织的风景里。山林里的关子岭有全球三大泥浆温泉之一，无论是身或心，在这里可以得到美容和疗愈哦。台南人悠活的作息就像行为艺术，吸引不少年轻的艺术家投入田野里面，向土地学习和付出。More love, more smile， 我在台南的乡间。台湾本岛最早、最大、最多的水库都在台南。西拉雅国家风景区里有伟大的水利工程，灌溉水道的长度可以环绕将近半个地球。
平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里有台湾最大的西湖，全球三分之二的黑面琵鹭每年都来台南过冬，这里有台湾最古老的盐田，最大的晒盐场和盐山。为什么台南这么多的盐田啊？你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太阳。那台南地区是全台湾日照率最高的地方。台江国家公园里以前有荷兰人和国姓爷的战场，现在有台湾唯二的国际级湿地，三座国家级的风景区，我遇见台南特有的风情。台南还包括为数不少的绿色隧道，除了保护环境，这里还积极发展绿色能源。科技园区里有大规模的太阳能发电系统，市政中心还有公园里面都有太阳能板所构成的建筑体。不止在科学园区，连火车站的屋顶、学校的建筑，甚至是博物馆，太阳能光电板在台南是一种常见的建材。绿色和科技在一起，在台南，我遇见了一个掌握绿色能源的都市。台南有很多科技园区，但我还发现这里有很特别的台湾兰花生物科技园区，是全球最大、品种最多的兰花生产基地。缤纷的花朵也绽放在台南的许多角落。1937年就有绿都新公园，1917年开园的台南公园有悠闲的人群和百花的庆典。台南的自行车道都有绿色的树荫，全球建筑金奖的巴克里公园是生态重建的传奇。在拍什么啊？我现在在拍小啄木。那啄木鸟在哪里？它在前面的一个小树洞里面，中间这边。在那边。对对对。那其他怎么没有出来？因为它现在就是它会去，它像玉竹，然后它要去抓小虫给它的小孩子吃。在台南，我遇见了一个低碳又活的花园城市。夜市是台南每个夜晚都会开办的 party。 老板，你的生蚝也是从台南来的吗？对，我们是自己养的，养在七股。是对自己养，然后自己，然后马上来这里卖。对啊，所以是最新鲜的。广场的夜晚聚集了音乐，还有人群。在一天的尾声，大家彼此互动，交流出对这个城市的感情。俯视台南的夜，当星星般的灯火逐渐洗去，心里还是洗不了的是，在这里遇见的景色与容颜。再多留几天吧。
衷心期待每一天的日出，台南给我的感动多更多。